我们已经找到了，我们已经找到了，我们已经找到了。这些都是我的师兄弟们，他们不想为顺德卖命，应该都已经逃走了，怎么还在这儿？ 本宫倒是很想知道，你们会做到何种程度？季云和，你不是说为了北渊，你可以付出一切吗？那就给本宫看看，你要如何护得住。 这桃符游戏真是太好玩了！去吧，给本宫踏平这片地方。 这里就拜托二位了，是时候该给顺德回礼了。 千里迢迢来到这，为何要龟缩在此处？还让自己的手下去送死？来都来了，为何不大大方方的来喝杯喜酒？季云鹤，本宫早就该将你杀了。可惜啊，你一直都未曾如愿，只怕以后也是如此。 顺德，我们之间是不是应该做一个了断？ 季云和，你故意引我过来，号称走一步算三步的季云和，如今也有黔驴技穷的一日，看来终究要打一场。既然你不愿意自己乖乖入阵，那我把你打进去也行。<笑>可笑，太可笑了！现在鲛人已经不在了，你孤身一人，竟还敢口出狂言。这场乱局皆因你我签订殉教之约开始，那就应该由你我二人结束，不是吗？ 你算什么东西？敢与我相提并论，季云和，今日不只是你，整个北渊，本宫都不会留下一个活口。季云和，本宫对你的期待远比现在要高许多，未曾想你竟然如此不堪一击。 求我呀！只要你肯屈服，本宫可以给你一个痛快；否则，本宫就按当年之约，将你一刀刀削为人质。顺德，你可真可怜！本宫如今什么都有了，何须你来可怜？如今还摇尾乞怜的人是你！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让我被欺负，怎么可能？
或许是我命不该绝，若不是我沉寂长眠，你怎么会放松警惕呢？现在我的力量都回来了，顺德，放弃吧。本宫岂是你们可以轻易杀死的？别忘了，本宫手里还有筹码。 怎么回事？他动不了本渊。你没有如此之力。菩提果助我重塑经脉，断尾重续。现在我的力量都回来了，顺德，放弃吧。<笑>你们未免也太低估本宫了。断尾重续又如何？ 一切都该结束了。